新城乡原住民人口数大约有6600多人，其中乡内布农族的族人呢，大约是有331位。新城乡长何礼台表示，每一次举办原住民族运动赛事和表演竞赛活动的时候呢，布农族的族人总是夺得第一名，同时各单项赛事表现也非常杰出。乡公所会积极办理多项运动和展演活动，巡回部落族人的文化根基，展现布农运动精神。新城乡公所原住民事务所所长曾学元表示，新城乡原住民人口数总计6645人，其中布农族的族人们人口数约331人。因此，本乡辖内所有的原住民岁时祭文化祭典当中，每年的5月举办就是布农族的岁尔祭。不过，新城乡长何礼台表示，公所每年都会规划办理原住民传统体育竞技运动会，聚集了全乡共14个部落，超过1500名的原住民族人。部分族群来进行同场竞技，迎接多项竞赛项目与挑战，而布农族族人们成绩相当优异，可以说是相当亮眼。我记得我们只要各项的，比如说运动会也好，各项活动的表演也好，我们可以看到布农族一马当先，虽然人数不多，但是那种团结的一种气势，气势方盛，光那种气势啊，我们进了布农族之后有点压力，有点紧张，比赛出来的成绩啊，都名列前茅。我想各部落啊，彼此的竞争是非常理性，而且非常的尊重。对于布农族啊，各项竞技、各项的竞赛，我们都表达钦佩之意，而且都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成绩啊。现在乡长何礼台表示，另外原住民族委员会公告布农族社祭是原住民族重要的岁时祭与放假的日期，因此乡长再次表示，希望能够今年度在外县市工作就学的布农族的族人们，明年就能够依循岁时祭与放假日，预留放假期程，回到自己的部落参与这场布农族社祭文化盛事。接着，中央新闻报道。